好，来看到彰化这名80多岁的老翁，他也很危险呢。他骑着机车突然窜了出来，而绿灯直行的货车来不及，直接撞了上去。机车骑士从路旁骑出，却一路惊险切进内侧车道，跟直行小货车发生碰撞，骑士当场倒地，画面相当惊悚。受伤的82岁詹姓骑士跌坐在地，全身多处擦挫伤，但所幸意识清楚，送医救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车祸发生在28号下午3点，地点就在彰化园林中山路一段跟柳桥东路口。警方厘清发现，26岁李姓货车驾驶一位注意前方车况，而八旬骑士一位规定两段是左转，意外酿成车祸。詹姓民众骑乘机车由外侧车道欲切往内侧车道，与直行之小货车发生碰撞。调阅该路口是有设置两段式的标志。那机车行驶至该路口应该要两段式左转。警方表示，双方驾驶均无酒驾，而骑士阿贝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，可罚600到900元罚锾。这林义峰综合报道。